好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老公一看李寡妇穿丝袜啊，那心里就痒痒啊，跟狗抓猫挠似的。我今天非给他这病治好不可。开开玩笑，是我们家儿子喜欢吃鸡爪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给他安排虎皮鸡爪。对，鸡爪硬买回来了，十斤。我也是现行现卖的，希望不要翻车。走走。哎呦！真的真的啊！你的李嫂激动的很。给我拽起来。加土井水洗净。这个水暖和。对。加两勺盐清洗去腥。你能不能别喊啊？跟太监似的，那喊那嗓子声难听。我怎么看你洗这么别扭呢？这是啥？这是膝盖上的疤。别说了，说金兰是不是？这鸡可能也不正经，我估计。他能没有你正经吗？起锅烧油，放入冰糖，就这个汤色，俺俩人都炒油十几遍了啊、哦！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翻车？我是服务。哎，已经搅黄搅黄了哈、哦，等它冒泡。好，好，糖色炒好，加水。没糊。糊了。你看咱俩忙着忙到现在又糊了，糊了，我能小味了。哦，糊了，兄弟们，炒汤色又炒失败了啊！哟，还笑，还好意思笑，你个嫩丫哦！我咋不好意思笑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就自己炒焦了，这怪我。我没怪你啊。我来。换主角了啊！我们家陈大厨已经上线。点烧都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哦，我来。人家小火炒，你开的那火，三下两下都给你干糊了。汤呢？汤呢？不要讲话，我把这冰糖都提来，我把一袋子提来，我看能不能炒成汤色。你别跟金兰给他冰糖糊好了，完了炒不成。再梗住脚，梗住脚。现在就是展现你手速的时候了。滚蛋！看这个汤色，看到了？慢慢就变了啊！上来了。对，加入热水。对，快加。我感觉撑了，没有苦味啊！撑了啊！继续加水，够了，再吹点出来。不加水，咱们不要吹，它要等会上色的，俺们不要。哎，可不容易，我这一汤色炒的，混几遍珠子。下入鸡爪，放入姜片去腥，再少放点料酒。嘿，姜还是老的了，啊，多向我学习学习。耶！大火烧开。再煮5分钟。老公，鸡是咋叫的？大爷来玩啊！没少去啊！把毛好的鸡爪捞出洗净备用。我们家老公临时接到任务去接我爸了，所以现在只有我来洗。现在给这鸡脚趾甲给修修吧。鸡爪已经洗干净了，搁这空水了，少油下锅炸。说油6成热就得下鸡爪，俺也不知道几成热。说筷子放在里面冒泡泡就行了。太粘了，这哪是虎皮鸡爪了？感觉刚才炸鸡爪吃的算是吧。出锅，冷水浸泡，泡40分钟，晚上再烧。成败在此一举。葱、姜、蒜、花椒八个，桂皮已经准备好了，这虎皮也泡上了。兄弟们，鸡爪子炸好了，现在咱们开始开锅卤了啊！起锅烧油，葱、姜、蒜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该有的都有。下入鸡爪，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。自来水。三滴，阿勋呐，那鸡爪给你吃了，没有口福。百味之首，盐、冰糖3块，大火烧开，盖上锅盖，小火慢炖，4-5-6天，还吃不了？40分钟啊！看着诱人不？诱个屁呀、啊！诱，这哪是虎皮鸡爪呀？那什么皮？你皮？都没上色呢，别拍了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虎皮鸡爪基本上算是失败了，滚啊！下一季再拍啊！这个主要就是看着也像啊，就是汤色没上，啊、好吃鬼哦！你真臭，咱们差一步，
没搁豆瓣酱，出锅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看一下啊。今天可是硬菜多哈，今天俺老丈来了啊，弄好几个硬菜呢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大排骨、鸡爪、东北香肠、捆蹄、花生米，坐吧，坐里边，你过来，啊，你外公坐来，喊你的，快去啊，你今天要坐边处，少喝酒啊，这上席啊，你也喝过洗碗再喝酒，你喝再明天我就弄不了户口啊，咱喝咱少喝的不是，你坐来坐来，你背来。杯子呢？那大长杯拿来，来你弄这铲吧，就这，放过来，省到。哎，我累这个。兄弟们，吃饭了啊！好。好嘞，知道了。嗯，看这个呢。你吃这啥？拜拜。你看，我专门给你弄的，看。嗯，可好吃。大方方呀。爸。来。爸。嗯，好吃。我来。真好吃啊！嗯。我少一个呢。怎么样？这菜。沈菜，你喝酒。哎，不吃饭，吃喝酒不用菜了哈。你看啊，大绿花给我买的，我给你兄弟一个。